时候溶出的那个很少很少，你要喝到一天喝到90公升才会对人体有伤害。然后就又访问另外一个那个毒物的那一种，他就说，这样最好还是就是茶先泡个2分钟，然后再把水倒掉。我们心里想，2分钟啊，这个茶就喝完了，很多茶就不行了，不能这样进啊，而且所有的这样。